哎呦，要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哇，你这蛤蟆最好是忍者啦！原来是去木叶忍者村修行过的你。我靠！你他妈的，原来你也成了全能骑士！哦，下流啊，义父！ 太下流了！哇，火盾鞭炮术！哇，不行！哇，火盾大鞭炮之术！完了吗？看，这一只怕。 这个义父三年前真是灵活啊，看来你保养的没有很好哦。三年后就有点没那么嗨阿酷了。哇！还有假的！哇！ 完全不给我喝水空间，哎，口水喝啊！哎，不行，我刚想起来，快识破！哎，我唯一应该有直刺那个可以识破吧，其他看来都很砍啊。看这只超猛，各种大刀。 哇！哇！哎，哇！刚刀没回到，走走走走走走！鞭炮可以往右前方闪，对，他躯干真的回很快，而他把我躯干加的也很快。 他一下就把我躯干冲到爆开来了，哎，不对，这个危险！哇，当一个 combo 躯干满，然后直接吃一个风遁大回转，火遁大回转，哎，异文字魁忍图四追击斩，三招没有完美格挡会小失。 太硬了吧，这角色！一文字补他一样，然后再闪开。啊，右前方闪！我错了，做错动作了，我操！口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不行！啊，我刚应该啊，不行啊，我刚那个右前方是木头。 哎，刚骗我！你他妈的，义父骗我！我再也不要相信你的义文字了。哎哎啊啊！别！来啊！哎，不对不对！连续出错！哎呦哎呦！ 义父的刀为什么那么长？因为他是巨人呐、啊！你有没有看他的身高？看义父的变形义文字实在是太屌了！那个义文字突然转弯，措手不及啊！是呢。
忍术你，所以你是忍术通灵之术，他在干嘛吗？所以你到底为什么？What the fuck！ 干！你不要去木叶忍者村学什么火遁啊！干！你少在那边骗我了！你妈的，学什么火遁啊？去什么木叶忍者村学坏了？哎，不对，我在干嘛？我忘了他会死我。等一下，怎么会是从这边？看你那个角度不对啊，之前不是这样来的、啊。我就是前面一直失误。所有打法都该知道的，该怎么躲的都知道了，那就是失误。有时候跳下来，他在一文字的时候，那个稍微会，主要是说能不能多砍一刀，就两刀啦，最多两刀，那怎么砍都砍不到第三刀，第三刀就死了。那有时候他只能砍到两刀，有时候只能砍到一刀，所以就是要判断那个是不是能砍到第二刀。如果只砍一刀就超了，但是就想砍。再走了。
妈的猫头鹰不要在他们干我事。完了！啊，大失误，人数大失误。意外的按错，然后意外的打到他。下去！不要变身，拜托，求求你！这次没有死，哎，没有死啊，哎，有死吗？我有忘了。为什么一直觉得还有别的形态要打？干，这个游戏的尿性就是会常给你第二个形态打、啊。你以为是我故意的吗？是这个游戏害的、啊。